我们又不想，谁会不想谈恋爱？就是因为我们，我跟他跟杨明威都是在出道前就认识，所以已经认识十几年了，所以就是好朋友这样。会觉得你们以后有发展的？不会吧，都十几年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往那个方面想。两位被拍到一起玩了，然后又非常不避讳出现在框框里面，是决定要公开些什么？完全不是，就是因为我们，我跟他跟杨明威都是在出道前就认识，所以已经认识十几年了，所以就是好朋友这样。然后还有那个宁儿，也是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，所以就大家都是好朋友很久，就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才不太在乎通框或什么。对，如果真的有什么就不会想要通框。会觉得你们以后有发展？不会吧，都十几年了，太熟了。你们很熟，我们真的很熟。我们出道前就认识了，我出道前啊，我就认识他们，没有完全没有往那个方面想，因为我觉得年纪也到了，就是、有就想公布就会公布了。说交往啊，交往，交往，我没有不想啊，我只是他有人吧，对对，有兴趣，对啊，我没有不想，谁会不想谈恋爱？这个什么条件啊？条件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所以只要是女生。对，对啊，我一直都很想结婚啊。没有，就是设定一个年龄。我以前是28，那我已经过了。现在？就不知道，算了。现在没有。就是冲动吧，看什么时候冲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